每次看到很美的打卡地点，想拍出美照惊艳一下朋友，结果拍出来的照片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。拍出我的 double chin， 还拍到我像 Baymax 加一点红色的黑，真的是惊吓到我。如何在 TRS 拍出超级帅的打卡照？这个隐藏地点你一定要知道。第一招，框架构图，将人物放在整个画面的中心，最上面那一排留给漂亮的背景，打开广角让照片更有延伸感，同时产生画面纵深感，让画面更有层次。第二招，居中构图，善用手机里的放大倍数，可以凸显人物还不变形哦。手机尽量保持平行，将人物放在左下角或者右下角的四宫格。第三招，仰拍，可以很好的把整个背景和人物放进去画面，显腿长，秒 get 大长腿不是问题。这几招你学会了吗？快点艾特你的闺蜜，把这几个万能公式学起来，拍出惊艳众人的美照吧。此视频是由 My Hometown Media 所赞助的，在看着这个视频的朋友们，如果想要让更多的人看到你们的商店、商品或品牌，没问题，马上联系我们吧。